据媒体报道，艺人林志颖和妻子陈若仪育有三子，大儿子 Kimi 父子互动在两岸三地掀起高人气。28日晚间，林志颖晒出陪伴 Kimi 睡觉的画面，并分享与儿子的相处点滴，意外说出 Kimi 的情感状态。只见 Kimi 躺在林志颖旁边，一手握着爸爸的手，仅露出侧面的他看起来睡得非常香甜，而父子俩睡前都会聊天，多年来已经成为一种习惯。林志颖透露，与儿子的睡前对话都是一些日常小事，今天中午吃了什么，最开心的是什么事，和哪个同学相处得最好。除此之外，他也会问儿子的情感状况。当 Kimi 被问到有没有喜欢的女生时，总会害羞地说没有，但是被问到有没有被女生喜欢，儿子则表示有听说，但这是秘密。文末，林志颖也与粉丝分享当父母的心得，不少粉丝也非常认同他的看法，并大赞他是个好爸爸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